我唔知係咪無意中發現咗最簡單快捷嘅，又唔損害成隻蝦嘅外觀嘅，除去呢一個沙囊嘅方法，就係喺佢底嗰度，喺個頭附近咧，就剪開佢，就一揾就揾到個沙囊。通常搣咧，就連埋嗰條腸咧都搣翻搣埋出嚟啊！連通常就話前頭呢個會篤人嘅，剪咗佢啦，咁剪啦，其實唔剪都得嘅，咁啊喺度剪落去，個頭嗰度剪落去。都唔使剪曬啊！我中意剪多啲都得。一揭開咧，就啱係嗰個位啦。喺正呢度，呢度一拎啊，條腸喺度，睇唔睇到條腸？條腸好乾淨，因為呢個係活蝦嚟嘅，就乾淨啲啊。咁第二次我哋可以咁樣咁成隻靚靚蝦殼點炸點樣食都得，又唔嘥咗佢。蝦腸一定要清嘅。不清蝦腸呢，就怎麼吃蝦肉啊，你明白嗎？我們不可以吃什麼嘛。好啦，我們今天分享這個拿沙囊挑蝦腸的新發現。